Hello， 大家好，白尼是这次计时炸弹的这个主唱人，然后其他四位朋友，哎，来站中间。好，接下来，忘记你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慢慢介绍陈怡，好不好？啊，首先在我右边的这位朋友，你很美耶，今天。哎呦，你是说你会平时不怎么美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啊，真的不会讲话嘞。今天特别美。下来过后，你会来跟你慢慢算账。不好吧？好，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是敏慧。好，敏慧，这位朋友，哎呦，哇，卡哇伊！大家好，我是慧琳。慧琳，然后主唱就是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是海妮。海妮，然后海妮的右手边这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慧心。慧心，然后大家好，我是刚才的 Sophia。啊，刚才的 Sophia， 哇，很厉害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静。王静，王静呢是待会儿要带来什么创作歌曲？对，一首自创的歌曲叫做《不舍》。不舍呢，就是收录在去年第十二届新歌分享会之 Music Fanfare 的佳作之一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让现场朋友们听到这首他自己的创作歌曲《不舍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给他一个鼓励。谢谢。我们的情歌王子昆华，林昆华，大家给他们两位一个掌声，这样子。好，两位加入马瑶也很久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志伟。志伟，那这位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昆华。昆华，好。据说你们两位今天要带一首歌曲的这个主唱人，刚好也是今天生日耶。哦，是吗？对啊，是谁？哪一位？因为这首是一个合唱歌。对，张祖成是吧？张祖成。张祖成。接下来你们带来这首歌曲是什么呢？他一定不爱你。他一定不爱你。再考考一考你们，他一定不爱你的作词人是谁？作词人。作词人。猜中有奖吗？猜中没有奖，那我不要没有奖，那我不要回答了。哦，不要回答啊！就是歌，就是原唱者本人张祖成。对，其实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合唱歌曲。那除了张祖成唱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歌手叫做王希强的这位朋友。好，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有请志伟以及昆华带来这首歌曲《他一定不爱你》。拦着这声音说的外语，无声无息在人海中失去的你，要的情景像一部电影正在上映，人散了我怎么来不及，这一切只是一个陷阱，我相信他是不能没有你，剧本里都没有说明。